胡太太的主妇生活。好，该小爱你们家。要把口罩把它拉下来。好，拉下来。好困。Thank you.
打这个。因为跑好几牛仔今天是第一次打气球啊。一二三，来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看，对啊，哎，很可爱。你看那里好多羊妹妹，我看，来，那边也有哎，还有这边，好漂亮啊！现在这好多人，好多羊妹妹在骑。我老公在后面，没有，也到了，去找小孩他们，那无忧嘞。